我想要华丽的发型。第一眼看到王美思家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想不妙，这下不妙，我的这些发柱们真的皮要绷紧一点了。王小姐吗？对对对对对，你是预约的王小姐，对对对，难搞的王小姐就是我本人。王思佳哦，所以你根本就是我们的大魔王。我对我来讲你是大魔王，但是我对某些细节是蛮忌讳。把他灌醉，把他灌醉，最浓的那一杯给他，先给他五秒。最烈的酒，他可以，他可以。第一眼看到王美思家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想不妙，这下不妙，我的这些发柱们真的皮要绷紧一点了。你要哪一位来帮你做您的造型？哪个心理素质比较强点？都不强。面对你的话，都不强。你讨厌谁？把推给我。我没有讨厌的，我都喜欢。OK OK， 那我帮你推荐我最喜欢的 Barry。是你耶？啊，是我。牛排。王王对决。我一开始有点害怕，私下提出，然后感觉他很 care 他的发型跟各种装扮，然后感觉就是一副老娘来一下，喷点球啊，然后吊你弄好。好的，那王小姐，我们一起。你也是王小姐，我也是王小姐，这边请。这边是不是？好好好。你好。哎，我吗？Mary 的位置。Mary 是我吗？对。你好，思佳姐。我要再换位置。思佳姐，哦，换思佳姐，思佳姐。但是我不知道思佳姐。你好，思佳姐。你好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哇塞。好紧张哦。怎么会呢？你今天想要什么服务？我今天呢是这样子的，因为我头发就是比较不好整理，对，细软发啦，懂，我也容易，对对对，容易塌。我想要吹像你那么蓬，我蓬一点的感觉。我们有去外地研讨，我们知道怎么蓬。我想要华丽的发型。你会用电棒吧？会。你有烫过别人的脸吗？没有。真假的？真的。我们店有新的那个发型，新的发型。你有兴趣吗？因为澎湃华丽，跟老公吃饭很棒。这个我就是弄这头发才生二胎。哦，我如果这样会不会离婚？先不要，先不要，我的婚姻不要，先不要。那我们就边吹头发，然后等一下帮你做卷的造型。你有上卷过吗？有啊。真假？真的。你真的很厉害的吧？我们是用那个吹风机帮你吹卷。那你要比较澎湃的，我们就往外飞。好啊，对，往外飞。哎呦，懂呢，要往外往外。就他会放开，他会直接骑上。哦，哦，可以哦。什么？你还没订阅来吧？营业中的频道哦，这样就 out 咯，赶快按下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才能跟着我一起走在时尚的尖端。